能不能我就是不碰你也太辛苦了，我随便你说的。你们都知道，还不如说回去。真的要死。
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参考。在那个这个光不被下面给抢去了，就是要给它调一下这个。我先来你店里吧，我就属于在这儿真的没有，不就跟你们说了吗？
冰室。我的角度就很奇怪。你可以弹，你知道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丧失了这个东西。这是什么地方？
几十的呀，大哥大哥等什么？还是星巴克吧。我想拍了，把它取出来了。汤圆，哦，那我到这里给你买。是吧？哦，你去吃东西啊。好了也是的，因为俺的弟弟了。这个下次不能做。原来这边没有开，那就类似。原来我们在这边。都这样。哟，还在看第二的话，其他的两个不太一样，看过。Here we go.